家晚上好啊，欢迎小师傅。谢谢寻找马太的小礼物，谢谢。晚上好。你帮我在群里面发一下呗，发一下那个今天开了双倍。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仪龙的荧光棒，谢谢，感谢仪龙。好好学习的荧光棒，谢谢。小土狗的打气，哇，谢谢，感谢我小白白的阳光飞机，谢谢，谢谢我小白白，端午安康，你们今天都吃粽子了吗？谢谢天飞的大气，谢谢，谢谢我小白白帮忙完成了二星的任务，谢谢。噔噔噔。Baby, I ain't got no money. All I got is time, and I'm gonna spend that time on you.But when they pay me, and I can't call the sunshine, take you away, we'll drink champagne, we'll hold up in a room. Darling, I've been working all week. I've got so much on my plate, always saying for me. Although my boss is an a-hole, that's when you call me. Said you've been making a plan to hit the road with me.I'll pick you up after and we'll hit the coast on the late night. Make love till daylight. I love it when you play with my hair. You know it feels so nice and I'll be with you like naked in the moonlight. We don't care if we are broke when love is all we own. I'm singing, baby, I ain't got no money. All I got is time and I'm gonna spend that
新丰子才升级咯。Although the rest late, still got a smile on my face. We ain't got the sunshine. 欢迎小溪。We got hearts in our chest to feel a love like this, stronger than anyone else. We'll hit the drive-through like little. 要阿迪的幸福券。We ain't got no platinum chains, but hand-me-downs are all alright. So let me spend this pocket change. We'll drink beer like it's champagne and stay out kissing.不过不过端午没啥过的呀，感觉有些节日吧跟父母在一块儿就觉得节日过一过瘾，自己的话其实就什么节的话就也不怎么过的。这2003的小礼物，谢谢。你们都吃粽子了吗？谢谢2003的小礼物，谢谢。It might sound crazy, but why do we need sunshine when we can stay and sip one beer while holed up in the room? That's how we spend our summer life. 是吧？谢零度可乐来一罐。晚上好，没天心，回外婆家过的大鱼大肉还打包。真好。烤冷面手抓饼咋的呢？有没有给自己整点好吃的呀？哇，谢谢，感谢觉醒的飞机，谢谢觉醒的先锋飞机，感谢觉醒，端午安康。
谢我欢迎我也这样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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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谢谢，感谢三的四张集结令，谢谢，谢谢你的集结令哦。欢迎寂寞暗影，噔噔噔。欢迎扎克，幸福未知，
还有求关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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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环保了，太绿了。哎呀，好热呀！等我啊，我先把空调开一下，兄弟们，等我一下啊。哇塞！感谢我熊万新的荣耀王冠，恭喜熊万新的粉丝班升到了17级，嚯，谢谢！感谢熊万新的两个荣耀王冠，谢谢谢谢，熊万新大气，感谢熊万新。噔噔噔，等啊！谢谢谢谢我旭仔的大气，谢谢钟爱一钟爱一生的大气，谢谢小黄皮的六六六，谢谢天心的大气，谢谢兄弟们帮我们凑人头，谢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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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兄弟们一起帮忙完成了三星的任务，谢谢熊欢心，欢迎唐龙。噔噔噔噔噔。谢谢小黄皮的小礼物，谢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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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还有老怀。哎呦妈！谢谢我得意的笑的小礼物，谢谢。水虽然晚了点，粽子节快乐。好，不晚。你们这回放呀，那你们说明天就正常上班了，你们这假这回是怎么放的，是十二、十三、十四吗？还是十四、十五、十六啊？欢迎一二三四五，感觉好像是，好像是十二、十三、十四。明天上班，哦。太难了，今年的这假期怎么那么难啊？你关心这玩意儿干啥？你这个全年无休的宝宝，也不算是全年无休，就是起码在自己累的时候能说休息就休息一下，嗯，其实还挺好的。谢我老怀的飞鸟羽毛。噔噔噔，欢迎我眼泪，
喂，晚上好，欢迎二哈。欢迎莫尔萨。嚯，谢谢，感谢我旭仔的摩天轮，谢谢，旭仔大气，感谢我旭仔的摩天轮，谢谢谢谢，感谢旭仔，旭仔大气，谢谢谢谢，感谢老板的摩天轮，老板大气了，谢谢谢谢，感谢我旭仔，谢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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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我老牌的口哨。哦，谢谢，感谢我眼泪的摩天轮，谢谢眼泪大气，感谢我眼泪的摩天轮，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眼泪，谢谢旭仔，谢谢谢谢两位老板。哎呦，春暖花开。嘿嘿动，噔噔噔噔，Thank you.
谢谢，感谢我小白白的摩天轮，小白白打气，谢谢谢谢，感谢我小白白的摩天轮，谢谢谢谢，谢谢小白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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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多摩天轮哦。但是感觉叫小白白叫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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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好久不见。欢迎尽管年少有你。欢迎玉帝哥哥。欢迎扎克。恋人的十分的荧光棒，谢谢。欢迎打伞的猫。
拜拜，谢我眼泪，谢谢我旭仔，谢谢不喜欢，谢谢谢谢。欢迎红二。欢迎云中飞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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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欢迎呜呜。欢迎虚幻你的魅力。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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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九九的小礼物。I have taken out my Invisalign. I have taken out my Invisalign, and this is the album.
欢迎冰箱中年人。还是这么热呀，真的好热呀。
发了还。谢谢棒棒糖的荧光棒，谢谢。欢迎真心怪。去打嗝了没有啊？等一下啊，接个电话。兄弟们，不好意思，久等了。噔噔噔，谢谢谢谢鸡蛋壳的三张办卡，谢谢谢谢鸡蛋壳，谢谢返璞众生的小礼物，谢谢。亲爱，别这样，就晚一点再来，亲爱。我不说了，我要应付这些臭男人了，拜拜啊！玛丽怎么今天娘娘娘的？怎么？谢谢返璞众生。好，那你去吧，有时间过来啊！谢谢盖奶泡饼干的大气，谢谢。噔噔，四级奖励就不好呗。嗯，就是跟那个那些比的话，不就差一点啊？差了几张双倍卡，他在读唇语啊，
有这么读唇语的吗？可真行。没有，我之前想预约一下那个叫什么 H， 那叫 H 啥来着 ？H 什么呗？就那个宫颈癌那个疫苗，我想把那个打了。然后说我岁数超了，说那个就女孩打的话，最好是在26岁之前嘛才能打9价。但我现在已经过了26岁了，就那次我要打的话，我只能打4价。唉。而现在的话也约不上。噔噔噔，欢迎风云。HIV 不是吧 ？HPV 吧，好像是，还是 H 什么V？反正 HPV 好像是，我记得。对 ，HPV。HIV 是啥呀？唇语不会，臆想挺厉害。我看你也是，孩子，我看见了，嗯，我不是 HIV， 有病吧？哎，怎么这么膈应啊？无语。我多余说这个。来吧，弹琴吧。
那个妻子就是小礼物。谢鸡蛋壳的鱼丸。
小礼物。是今天双倍完事儿，然后还有四万五吗？粉丝来万年新名，快了快了快了。那要不然的话就，就你要没双这摩天轮的话，那等于五万一，是不是？那是差的有点多哈，慢慢来，不着急、啊。还不着急啊，还不着急啊，还不着急啊，哎等会我还迷眼睛了，等我一下，看我昨天爱情公寓了没？丘比特可以退吗？丘比特拆开可以打满四天亲密度，突然觉得丘比特不香了。什么？丘比特？我跟你说，它拆不开呀、啊，主要是。我也想给你退的，但我一想，它又拆不开。你再咋着，它也是直接就送出去了，不是吗？谢谢我玛丽。不瘦啊，现在都是肉。这女人，你要好好的说什么说什么退礼物的事呢？欢迎遥遥雨雪。噔噔噔噔。偷看一眼。
そう、日本放里面吗？不放了，嗯。谢谢9300的小礼物，谢谢。应该是陈小春的吧，感觉是陈小春的。喂，有玛丽的鱼丸，恭喜我玛丽也成为我的周榜三，尊贵的周榜三。
什么东西都铲包啥呢，嗯，之前说有四周年是哪天，是昨天。你是个假粉丝，你是个，哇，哎呦宇文哥你是个假粉丝啊，我昨天是我四周年，然后你等过了之后问我是哪一天，哼。但是没关系，昨天没有来得及，但是今天我还在播，嗯，一样的一样的，嗯，昨天没登，没事没事，欢迎我余文哥，晚上好，哇，余文哥这个后缀。距离五周年还有364天，一下知明年了。一般翻到的话，我就会进来一下下。好的，我余文哥今天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噔噔噔噔噔，来了，给我余文哥来一首。哎，连醉。穿越时空的思念，你喜欢听吗？要不要跟你谈一眼？随意，再忙点出来。好的，那我来一首《穿越时空的思念》哈，送给我余文哥。晚上好，欢迎连连醉，谢谢清风的荧光棒，谢谢。送的没事，今天也算是四周年，嗯，没事，昨天也过，今天也过，过两天也行，也挺好，谢谢谢谢谢谢云集星三，谢谢。Thank you.
对，我也想问啥是海盗。类似飞船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落叶的荧光棒，谢谢，谢谢我宇文哥的冒险家，谢谢。谁叫我这么惨，弟弟还是小怪弟弟？嗯，他想出来，但我现在在直播嘛，等那个直播完了再给他放出来。他不高兴了。噔。但是我要是主播的时候不关着它，然后它就会一直往我这个桌子上面跳，总想就走哪儿跟着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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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风巴洛的棒棒糖，棒棒糖，谢谢。噔噔噔噔噔，谢谢我八九九的32个星球，谢谢，感谢我八九九。有点渴，我接点水啊。谢谢月下的集结令，谢谢，谢谢你的集结令哦。关于我俩连分开都很长，就有道场但遗憾的探望，我百计千方不受你影响，笑我情到场，别惹我独往，再陪你东飘西荡。耳朵先撒了谎，是你靠近的声响，来探我梳妆的模样，我着白纱登场，希望的一样，我走得很慢，像你在对面一样。哎呦，峰哥起这么早，不要谢。不行啊，该谢的谢啊。耳朵先撒了谎，我喝过最好的就是水逆了，心情不好不敢拼蛋，心脏不好不敢拼蛋。我感觉合成的话大概率亏的比较多。那个海盗是是啥礼物啊？简单来说就是怂。怂点没毛病。嗯，那海盗是多少钱的礼物啊？欢迎1234。啊啊啊！噔噔噔噔，
子。哎，下一秒，逍遥。欢迎绝世高手。这就是高手的荧光棒，谢谢。大侄子的荧光棒，谢谢。咋的了？咋的了？嗯？啥？有大侄子的军饷，还有星球，谢谢。哎，五七幺四，谢谢大侄子的小星星，谢谢，感谢大侄子，哇、哦，谢谢，谢谢大侄子的阳光飞机，谢谢谢谢，大侄子拉气，谢谢大侄子，大侄子，哎哎哎。欢迎万人中只取一瓢。
欢迎小林。叫做刺客，对，刺客。不客气。没有呢，那我现在弹，你稍等一下，我把琴换一下啊。
烟火哈。飞机，谢谢，感谢我华南城的飞机支持。Thank you.
明白好吗？两台琴有什么不同？这两台琴吗？主要其实就是不用弹，得谢谢啊啊！好，提前谢谢我秀子夫，感谢我秀子夫，秀子夫大气。谢谢退堂鼓一人的荧光棒，谢谢。这两台琴有什么区别呢？你像正常啊，就是古筝定弦，常规定弦都是什么样的呢？就它只有五个音，哆来咪嗦拉五个音，没有发跟西，所有的发跟西呢都需要摁出来。那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密集的曲子，就是它发跟西相对来讲比较多的话，那么那个琴的话就比较费劲了。所以说这台琴呢，就是调的呢，就是它是十二调，这台琴我调的是十二平均律的。哇、哦、谢谢，感谢我秀子夫的先锋飞机，谢谢秀子夫大气，感谢秀子夫的飞机支持，谢谢。谢秀子夫，对，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台琴就可以弹的，就是曲子更多一点。古筝有一个什么限制啊，就经常有的曲子比如说就是哎你给我拿过来，
说哎果哥你看他钢琴弹的那么这个曲子这么好听，但你这个你古筝能不能弹啊，就分。因为有的曲子啊他有的那个可能他比如说音特别多，有的音古筝没有。不能说没有吧，就是因为它一共就二十一根琴弦，这二十一根琴弦它的音是有限的。你像钢琴曲子的话它有很多键子嘛，啊，钢琴有很多键子，黑键白键很多，但是古筝呢它一共音你就加一块它也就只有二十一个，所以它必然有很多音啊，它都需要就是可能说需要两台琴，或者说需要就是把这个调啊都来回给它转啊什么的，就这样子。所以说为什么有些歌你看我弹一半的时候我说哎呀它转调了，可能我有的时候用那个伴奏软件我直接我还得手动给它再降一下调什么的，因为古筝啊它不像其他的乐器它所有的转调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一点，有的时候它可能从一个调转到另一个调，就它音高不同了嘛，嗯，那么我们很可能就是需要整个重新都调一遍。所以说就是转调就是有一点不方便，然后包括有一些音啊什么的它都不太能弹得了。对，哪怕说升一个调或者升两个调咱都好说，就是比如最怕的就是比如说升半调或者降半调，因为升半调比如说我的古筝我现在这个调是 D 调，然后它现在呢它比如说是降 E 调，就是说我们要给它降，我们要给它升上去，升半个调哈，就是所有的音往上调高半个音，那就是二十一根琴弦你全部都要调，一个不调都不行。所以说它就是比较那个什么，它在这点上有点不方便。所以说像有些东西你看说哎，那为什么它视频能弹，如果说你说要是让我录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有时候直播的时候因为录的东西吧它是可以根据剪辑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弹这儿，哎呦突然间可能转调了，哦，录音录到这儿停，然后我换一台已经转好调的琴，哎我接着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听也听不出来的。对，但你要是在直播过程中这个东西就有的就比较费劲啊。谢谢小晴的荧光棒，谢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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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懂，没听懂就算了，每个字都认识的合到一起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哈。欢迎皮皮，噔噔噔，谢谢风云的荧光棒，谢谢，谢谢你的荧光棒。谢谢世辰的弱鸡，谢谢。对，刚刚玛丽亚说想听卡农了，是不是？来，接下来咱们来一首卡农啊。Thank you.
这个王云飞是你不是我老师吧应该不是吧，老师应该不会看直播的，是你吗老师？应该不是吧。欢迎呆呆医生的颜色。噔噔噔噔。欢迎1021，我有个老师跟那个刚才那个一个斗鱼 ID 的水友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刚才看到 ID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我的那个老师，应该不能，那老师他平时工作很忙，应该没有什么时间来看直播，对。我看这 ID 吓我一跳这里的重生淡定，你真是我老师吗？又不像，我感觉不像。如果你是我老师的话，我姓什么？不是啊，啊吓我一跳，啊吓我一跳！哦，这老师不知道我直播啊，所以刚才一看到这名字我都惊呆，啊吓我一跳真的。哎呀，欢迎小信。嗯，行，那就行。哎，不过好巧啊，竟然同姓同名。噔噔噔噔噔，不用问老师，问我们也知道你姓什么。但这个 ID 不是没来过吗？所以说他要是能说出来的话，那没准就是我老师。老老实实学生做，我以为是老师，就不知道为啥哈，就我现在也是，你看我虽然说我走出学校都已经几年了，挺长时间了，2016年到现在5年的时间嘛，但我现在见到老师们就还是紧张。欢迎胖子友。噔噔噔噔噔噔，我知道啊，姓什么？你呸！噔噔噔噔。还紧张什么？就是紧张。这个不信什么？不知道。这个不信什么？我不知道。你姓什么？我也不知道，老怀。我就知道 LA 姓王，小王。谢谢我。
克里里乐器，玛丽亚会弹乌克里里啊，厉害了。姓华，本名真名叫华福。姓吗？嗯，三点水那个吗？LV 的名字我记得很深刻，因为我之前在直播间抽奖，然后呢那个淘宝地址啊，有 LV 中了几个东西，然后那个淘宝地址啊我就写了 LV， 就是最后几个在淘宝买的嘛，就给 LV 邮过去嘛，抽奖的礼品。完事买完了之后啊，我自己在买什么东西我就忘了，还是有 LV 那是。然后 LV 说，果子，我突然之间收到了一个首饰盒。我说啊，他说果子是你给我买的吗？我说我是给我自己买的，因为我那时候耳环有点多，我觉得没有地方放了，我说那个买个首饰盒，然后结果直接给 LV 邮过去了。我说那你就给嫂子吧，留着给嫂子用。然后过了两天，然后我又买什么东西吧，又邮他那儿去了。太逗了。然后后来买三文鱼的时候吧，然后发现了又是 LV 的地址，我赶紧就给那个三文鱼那个订单取消了，重新更改的。等会儿啊，我先把琴收一下。还有旭仔，噔噔噔噔噔，不弹琴了，不弹了，所以跟大家聊聊天，噔噔噔噔。快到三十级了，哇，挺快呀，身体啊，应该叫老郭。我其实本来一直叫华良拳，华良拳，然后后来就也不知道咋的哈，就可能那个 AV 总是叫老怀老怀，然后我就跟着叫老怀老怀，然后现在他不叫老怀了，然后但我这个就改不过来了，就是感觉叫老怀可习惯了。
郭大爷，怎么？我感觉听起来怪怪的。兄弟们，我今天化的这个妆怎么样？Beautiful， 真的兄弟们 ，beautiful， 啊，是不是啊？啊，是不是非常的 beautiful？ 哎，真的，啊，我今天妆怎么画这么好看啊？哦，噔噔噔，总是喜欢自己夸自己，眉毛有点高低。哎呀，挡不住！哎呀，烦死了！哎呀，你别说，啊，一样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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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以前的阿果回来了，是不是兄弟们？哎，说实话，你们记不记得那阵我跟你们说，我说兄弟们，你们应该都夸我漂亮，你多夸我，多夸我几句，然后我就能变得好看一点。我现在回不去了。哎呀，你别盯着他看就得了。嗯，我是不是比前几个月稍微好看一点？这主要在哪？主要在于你们夸奖的，你知道吗？就你天天天天夸我，天天夸我，天天夸我说，阿果，你长得真好看。两个月时间，兄弟们，我跟两个月之前比，我有没有变化？哎，我走来，我们去看一眼我们那个拍的那些视频啊，就是我，之前录的那些视频，好不好？让我们来看看啊。看一眼啊。这个是啥时候的我？这个是去年11月17号。嗯，然后我再找一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来对比一下这几个月我有什么变化。嗯，噔噔，两三个月前你在巅峰，我胖的巅峰是吗？你是不是想说我胖的巅峰？这是什么时候？我看一眼啊。这是1月份，这个是1月份的时候，嗯，这个是1月份的时候，嗯，这个是5月份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眼啊，这个是我5月份的时候，怎么样？有没有区别？区别是不是很大？所以兄弟们，真的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每日一夸，真的。虽然说其实可能你们就是应付一下哈，我听着我也没觉得说啊，就是多当真。但是真的，哎，他就是有变化。没区别啊，没有区别吗？还是有的，更自信了，稍显疲惫。笑逐显著是不是？我真感觉就是差别还挺多的。
我的最爱没了，我可伤心了，是吗？愣夸呀，啊、哦，就是非常的那个什么，每天打招呼，阿果，你今天又漂亮了。我那天其实我就开个玩笑，然后真的我室友真的天天都发一句，天天发一句，天飞也是，甚至不也是，就每天都发一句，风哥也是。我感觉好像真有点变化呢，多看美妆别博主还是很重要的。嗯，化妆有进步哈。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六块六毛七。噔噔噔噔。欢迎望子言。我全还有小馒头，现在没了，没有之前那么胖了、啊。嗯，现在也胖，但能比之前好很多了。需要一个过程。欢迎神说夜未央，欢迎孤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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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现在补还来得及吗？不用不用，开玩笑的，开玩笑。不用这样。欢迎戚子健。兄弟们，等一下啊，听个东西。噔噔噔！谢谢蚕豆的小礼物。噔噔噔噔，有点严肃，外卖没了吗？没有。欢迎羡慕雨。噔噔噔。我不是天天就知道吃的人，真是的。我要再唱一遍这个粤语歌。
又唱着，不行，得听。得降个调，要不然不行，唱不上去。
学一下。一律有红灯的，对。噔噔噔噔。穿过所有浪漫银河，所有城市烟火，只为在你心头降落。我该要如何如何如何，让过去再失而复得。把那些快教教他。所有缠绵悱恻，所有故事曲折，我该要怎么怎么怎么能够再见到。人生导师玛丽耶。有多少爱流离失所，有多少人擦肩而过。欢迎碧水朝阳。忘记了你轮廓，曾亲吻在你肩额，记忆让面容斑驳，难以触摸。接近慢慢一边弹一边唱啊，我是属于一心不会二用的那种。我弹的时候就不太会唱了，唱的时候就不太会弹了，主要是也不好听啊。所有浪漫银河，所有城市烟火，只为在你心头降落。我该要如何如何如何，欢迎悠悠听风。我穿过所有缠绵悱恻，所有故事曲折，我该要怎么怎么怎么能够再见到。老歌好听，老歌比较经典。眼影画眼白里了，谁家眼影能画眼白里啊？你是不是傻？哎，怎么越说还越来劲儿呢？啊，我一打哈欠就这样，我一困就睡。我有一次排练的时候，就跟一堆姐姐一起排练到挺晚，然后就一直没有办法休息嘛，因为要赶时间，把抓紧时间把该练的都练完的。然后我就打哈欠嘛，然后我一打哈欠我就流眼泪，然后姐姐也没注意看我，我就搁后头一直在那打哈欠，打的就不行了，就因为太困了，然后就一直流眼泪。然后等她一回头的时候，那姐说：“哎妈，这孩子咋还哭这样？我给孩子困这样，怎么哭成这样啊？”就打哈欠打的，这个困谁到了？你说，我只是打哈欠，但是我不困。我还能继续播，兄弟们。王姐特别讨厌我打哈欠不捂嘴，她说你是个女孩，
打哈欠的时候你应该这样把嘴捂起来。我说谁打哈欠不都一样吗？我说就捂个大嘴，我说捂上了你能不知道我打哈欠呢？王姐就觉得我不可理喻，觉得说跟我讲道理讲不通。但是实际上你说就我把嘴捂上，我每次打哈欠真的我真的就嘴就是要张很大。你说我嘴张那么大，你说我把手挡上，你说有用吗？谁看不见吗？就是我嘴张多大，你说其实就算我把手捂上了，其实他还是能看见的，是一模一样的。王姐说你那每次打就像个老妖怪似的，把那大嘴一张像是要把啥吞了似的，没有用。哎呀我心迷仔大脑缺氧是吗？不是熬夜啊，我就是单纯的想打哈欠。还有峰哥，你可以捂别人眼睛啊！啊，你这么说有道理。噔噔，谢谢小叶的新鲜的荧光棒。哎呦，这1986出来了，这一年期满了。噔噔噔，再给你续一年哈，双倍啊，双倍。我不困，我可以坚持直播，没问题啊。Hello， 欢迎我峰哥呀！我说我嘴护别人脸，打哈欠捂镜头了。没事，我一点也不困，我可以继续直播，什么都不能阻挡我想直播的心。我再充个好的，还以为是给整哭了呢。你后槽夹上有个韭菜，我信个鬼！我今天根本就没有吃韭菜，我不困。我再充个好的，我是一个非常经营的主播，我可以坚持。无论我困成什么样子，无论我打哈欠打出什么样子，我都可以继续直播，感动吗，兄弟们？哦，谢谢，感谢我峰哥的两架飞机，谢谢谢谢谢谢，峰哥大气，谢谢我峰哥的飞机，恭喜峰哥粉恭喜跟峰哥渡劫40级，我看了心累，不是不对，是心疼。姚大白真的是心疼。没有把那个心累删掉，直接打心疼了，我呸！哈哈哈！嚯，谢谢！谢谢我峰哥的飞鸟羽毛，感谢我峰哥的10个冒险家，谢谢！峰哥威武大气。谢谢峰哥，哇！谢谢我峰哥的卡丁车，谢谢，感谢峰哥的卡丁车。嘿嘿。旺旺，哦，没事，峰哥每次都说我再也不抽了，我再抽我就是狗，然后第二天再刷。再砸一遍，砸一遍，然后砸完了之后没出的话，他会再说一遍。我要是再砸的话，我就是狗，然后会再砸。第二就是以此类推吧，就每一天。嗯，亏了，还行，那你今天起码出了，是不是？谢谢我峰哥，感谢我峰哥，谢谢谢谢，峰哥大气。但峰哥最近起的真的很早啊，
噔噔噔噔噔噔，哈气连天的，不，我不困，能接着播，没有问题。41141，去坚持一下。写到了，我这怎么回事？就是越说还越来劲儿呢，这哈气打的。但我真的不困，我真的不困。但我说要抽剁手，还是抽了，现在只能用一只打字。哦，怪不得打字比之前慢很多。马林辛苦了，马林，深呼吸试试。打上去之前，哦，好。噔噔噔，哎 ，Killer， 我不想吃热狗。突然之间我就特别想吃热狗。点这点儿，他们都下班了，不给送，要离我可远了，在山姆有个山姆超市，那个超市呢那个超市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是结完账出口那个地方，卖披萨和热狗，还有那个什么牛肉卷。但我不爱吃牛肉卷，我只爱吃那个热狗，太好吃了，12块钱，然后还送你一个可乐，不是可乐，就是那有个水，就是自助的那种，就是你随便都行，芬达可乐、冰红茶什么玩意儿，就随便自己打就行了，很好吃啊那个热狗。我每次我要特别馋了想去吃的话，我就得很远，就为了那一个热狗，到那得半个多小时吧，回来再半个多小时，来回一个小时，就为了一个热狗。所以我一般在那吃的时候都是吃一个，然后再打包一个拿回来。噔噔噔噔噔噔。11点外卖费就贵了，不是这个点没有，就是说一嘴，还是得控制一下，怕我再胖是吧？欢迎安静笑看，我给你点一份，我不要。大家10点就关门了，连路过去吃一个吧。谢谢阿姐的荧光棒，谢谢。噔噔噔噔噔。他不给送。你要吃的话只能你去，他不给送。好了兄弟们，那我下播了，我们明天再见吧。明天还是一样的时间啊，每天的直播时间几点呢？晚上8点。
叫个跑腿没用，他那个是会员制的，必须得有那个会员卡，还必须得是本人才能进去，所以必须得自己去买。我哪天再吃吧。对不起兄弟们，让你们看我打了半个小时的汗。这大嘴冲你们张，那张半个小时。大家拜拜，明天见，嗨，晚安，大家早点休息哦，我们明天再见，拜拜。